你是谁啊？荆州战家战千红，惩恶扬善，干出一番让所有人都佩服的大事来。在下林放，是不是被我的美貌迷住了？闯荡江湖交朋友，就是要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对方，把江东武林都平定了，我们就可以走遍大江南北。 区区一个苍梧，比不上你和紫苏。别看你整日寻欢作乐，不务正业，其实呢，并不开心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战姑娘怎么会知道我的不开心是装的？你给我走！暖心珠魔成粉服下，可以起死回生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这不是起死回生吗？ 骗我！谁让你越叫越胖？这军营里全是汉子，一个女子突然出现，全都在盯着你看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！护法姐姐，我很喜欢你。你才多大就想着婚配娶妻了？你不会有机会的。普天之下，最适合你的人就是我了。怎么没了你，我还嫁不出去了？我的目标可是要争当武林名姓，号令江湖。 行侠仗义，那翻墙偷看良家美男的那个人，定然不是你了。那件事情不许再提了。是不是被我的美貌迷住了？你是很好看，但是看久了也会腻。我都看了自己20多年了，还是觉得很好看。自恋狂。紫苏哥哥，希望我们永远可以像今晚一样。 朗月清风，如狼在侧。可不可以对我动心？此生此世，非辱不娶。任凭世事变化，不改初心。我说过要保护你一辈子，也是真的。我胡杨说过的话，全都会做到。我答应你，我会一直守着你。你要把我放哪儿？放在我心里。